Hello，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一乌吁和一乌，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Let's review。一乌吁，一乌。我们之前还学了三个韵母，We have learned three finals. 啊、哦、呃，and four tones，四个声调。让我们，全部一起来复习一下吧。啊，哦，啊，read after me，跟我一起读。啊，哦。哦哦哦哦，啊，哦哦哦哦，你记起来了吗？让我们一起复习第二节课。一乌吁，一乌一一一一一一一乌乌五五乌五五吁吁吁吁吁。吁吁吁吁，一乌吁，一乌五五乌，吁吁吁吁。让我们把五个韵母连起来读。Five finals。啊，哦，一，乌，吁，啊，哦，二，一，乌，五，吁。吁，我们还学了一和乌，一，吁，乌，一。以，吁，乌，以，吁，乌，
好的，这节课我们将一起学四个声母 four initials，它们分别是，它们分别是波、坡、摸、for。They are four initials，它们是四个声母。我们一起吧，initials。Initials means 声母。第一个声母是波，波是两笔。我们声母一般是要搭配一个元音，搭配一个韵母。声母加韵母，the initials and the final one initial and the final 变成了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八，你还记得这个怎么读吗？就是刚刚我们复习的啊。啊啊，然后我们接上这个波波啊巴波啊拔波啊拔波啊爸，我们一起来读八八拔拔拔。拔拔把爸爸连起来读，就是八把把爸八把把爸。波波波啊巴波波波啊把波波。波波波啊把波波波啊把，read after me，大家要跟我一起读，波波波啊把波波波啊把波波波啊把波。波波啊爸，八八拔拔拔拔爸爸八八八八八八啊！I should speak it slower，我应该把它读慢一点，但是因为拼音它读起来是朗朗上口的，它就像那种。押韵一样，然后很有节奏感，所以我不知不觉就读得很快了。我们再来读一下，波波波啊巴，波波波啊拔，波波波啊拔，波波波啊巴。波波八八波波拔拔波波拔拔波波爸爸八拔拔爸八拔拔爸八拔拔爸。波巴巴，波拔拔，波拔拔，波爸爸，波波波啊巴，波波
波啊巴波波波波啊巴波波波啊巴。好的，我们下一个声母。Next initial，坡，坡，它也是两笔，写成第一笔，第二笔，坡。我们刚刚也复习了这个 o，我们先把声母波去掉，会读吗？o。哦，哦，哦，坡，坡，坡，哦，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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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婆，坡，坡，坡，哦，婆，坡，坡，坡，哦，坡。Read after me，跟我读，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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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泼泼泼婆婆婆婆泼泼婆婆泼泼破破泼泼泼哦泼泼泼泼哦婆泼泼泼哦婆泼泼泼哦破。泼婆婆婆泼婆婆婆泼婆婆婆。泼婆婆婆泼婆婆婆泼泼泼哦泼泼泼泼哦婆泼泼。泼哦婆，泼泼泼哦婆。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课后用波和坡加上其他的韵母啊，其他的 finals 去拼读。我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for example。For example，这个用的韵母是啊，我们可以用 o。波，可以用一，可以用乌。这几个你会读吗？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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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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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比，波，波，波，物，不。那坡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们自己能拼读出来吗？坡坡坡啊爬坡坡坡一皮坡坡坡五谱爬皮谱波比布。我们想要拼读，要先掌握后面的韵母 the finals。
You should record all the finals, then you could pronounce yourself.这个是啊的第二声啊，一的第二声一，乌的第三声五，坡啊爬，坡啊爬，坡一皮。坡五浦，现在我们学第三个，我们学第三个声母的 third initials，摸，它是三笔写成，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咪，摸，摸。摸一咪，摸摸摸一咪，摸摸摸一米，摸摸摸一咪，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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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摸咪咪，摸摸咪咪，摸摸咪咪。摸摸咪咪，我写几个，就是用声母加上另外的韵母，你能拼读吗？啊，哦，物，摸，摸，摸啊，麻，摸，摸，摸，哦，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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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物，你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学第四个，第四个声母的。Four initials，第四个声母。Four，它是两笔写成，第一笔，第二笔。Four，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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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我们用 for 加上其他的韵母，你会拼读吗？我写几个例子。啊和哦，for for for 啊发，for for for 哦火，我们再来读一遍，read after me，for for for 无福，for for for 无福，for for。for 五福，for for for 物富，夫福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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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学的。波波波波啊巴巴把把把巴把把把坡坡坡哦坡坡火火破坡火火破坡
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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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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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还有一个摸，摸，摸，一，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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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复习一下。波波摸波，你会发现我们的声母 initials 它们单独发音的时候都是跟 o 一个轻声调的一个 natural tone o 来一起拼读。波波摸波。下一节课我们将学习另外四个声母。的、特、呢、了。请大家预习一下。Homework 就是波波摸波。四个，啊，波波摸波，四个声母，回去预习，回去复习一下。复习，然后每个拼音抄写十遍，啊，10 times，抄写十遍，作为一个 homework。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Goodbye. 再见。